慈济科技大学的学生歌声柔和，温暖人心。要紧，生活里不可缺少的收藏。专业演唱者真情流露，撼动人心。基隆静思堂举办感恩音乐会，100多人来参加。捐出这块地的温颂珍老先生是最重要的来宾，若是没有他当年的善行，也就没有此刻的温馨。有生之年呐、能够看到，今天这样的成就，我是很高兴。我们虽然今年是93岁，但是我的，看到这个情形呢，我还能够再勇气拿出来，再活得多一点，跟大家一起。共同来努力。音乐会的筹划者德英师傅在1月初参加岁末祝福时，第一次见到温老先生，就很感恩他为慈济所做的付出。3月带着学生来比赛，特地与友人抽出时间举办了这场音乐会。我就跟我这些好朋友们讲，大家都很开心的共襄盛举，因为他们觉得啊，真是一个大善人。你看这么的发心，捐出13000瓶。基隆静思堂好美好美，因为人心的美成就了最美的姻缘，也传唱了人间最动人的乐章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曾聪明、高德芳、叶宜馨，基隆报道。